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好。感谢无尽的天恩师德，感谢上天的慈悲，祖师的宏慈，以及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感恩老前人的五大牺牲，感恩前人，感恩父前人，各位点传师的苦心栽培教育，还有我们策划的前贤大德来计划今天的这一个班会。经过了这个疫情的这个震撼教育，后学想在这边说，见到各位同修真好，有没有感觉到很好？